以下的幼童接种，预估最快7月21号就能施打。境外的病毒来势汹汹，美国心脏科权威医师就警告 BA.5 免疫逃脱能力强，是最坏的病毒版本，想要对抗变异株，接种第四剂就能降低死亡风险高达 99%。 而专家认为即将开打的 Novavax 疫苗是不错的第四剂选择，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尽快接种来提高防护力。小童莫德纳终于要来了，45万剂，预计7月6号上午抵台，14天后完成封签检验。那应该就是21号左右才有可能配送，这个应该是暂定的一个状况。小童莫德纳必须接种2剂，间隔4到8周，未满2岁幼儿需接种大腿前外侧肌。专家表示，副作用低，而且心肌炎几率极罕见。在家庭感染里面，小儿当然就是一个受害者嘛，还是要尽量保护好小孩子，能够打小孩子的疫苗的话，就尽量让他去打完。新变异株的恐怖性不容忽视，美国心脏科权威托波尔警告 BA.5 是目前为止最坏的新冠病毒版本，新冠免疫逃逸能力被 BA.5 提升至更高的水平，认为最好的防护就是打疫苗。美国 CDC 公布数据，50岁以上民众打第三剂死亡率降86%，但若打了第四剂死亡率可下降99%，等于大降14倍。我们打到第四剂疫苗的时候，其实抗体浓度它其实会提升的很明显，可以阻止病毒从上呼吸道蔓延到下呼吸道。专家认为新到货的 Novavax 是当第四剂的不错选择，是所谓的次单位的疫苗，所以在施打上来讲，我想比较不会有顾虑。 Novavax 开放预约，北市7月5号1个小时有2817人完成登记，预计下周施打。另外也可到台大、台北长庚等医院自行挂号，提供1380位名额，在7月8号施打。因为进来是只有50万剂啊，先切成大概38万，先分配下去。ACIP 召集人李秉颖表示，打疫苗最常见副作用有局部酸痛、头痛等，而 Novavax 这些副作用发生率都小于10%。专家呼吁民众可尽快预约接种，提升保护力。记者黄俊翔于 SNG 台北采访报道。